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。大慈大悲老祖师尊，还有诸佛菩萨，南上面下定大和尚以及所有高僧戒德大菩萨，还有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，还有师母，各位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非常感恩，啊，满我一个心愿呐，啊，今天丙申年水陆大法会，啊，仰仗佛力，他承蒙我们所有大和尚、高僧戒德、大菩萨们，啊，你们给我们的鼓励。啊，也感谢我们所有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，今年的执行长圆堂法师、副执行长圆通法师，啊，及事务部，啊，各位贤士同修，我们的斋堂大斋小斋，大堂小堂，好，我们都一切大家很用心，发心都圆满了。啊，我今年虽然脚断了一截，啊，坤六断呢，变成今天呢是坤七断。因为以后上课哈，啊，教学生前三年呐，啊，坤七断了啦，啊，师傅的脚因为给断了一段嘛，所以坤七断了。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。我们能当下性能够好好修，好好知恩感恩，报父母恩，报天地诸佛之恩，好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恩。那么今天虽然我这样了，啊，还是各位贤士同修各个部门都分成负责，做得非常的圆满。在这里谢谢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，那么我们也向所有大和尚高僧戒德人，啊，我们向他们鼓掌以表示感恩。明年3月20号开始丁酉年又要开始，啊，明年的水陆法会3月20号，啊，到3月27号圆满。在前天我拜托，啊，上明下定大和尚，啊，代为邀请我们所有高僧戒德们帮帮忙，也一起来圆满，还有42年。各位出家大法师、大和尚们，啊，我们都是在家修行的人，啊，速龙公昌在家修行。若是这段时间服务不周到，还有若是有不礼貌的地方，啊，就请你们多多的
包含给我们指教，我们会改进。啊，我们啊，明年的水陆大法会，啊，王禅老祖开示，明年要祈求世界和平、消灾化解的大法会呢，还是要恭送比今年少一点。今年啊，1250万部，结果我们大家努力恭送了经1360几万部。那么明年只有1000万部就好了，1000万部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哈，啊，你哪会追加？人家做你个追加啦嘿。好，我们反正我们来世间走一趟，能学习为国修道、为人类祈福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啊最高的期望。好，我们的心量，今天我们谢谢啊所有的法师。师父们，你们的辛苦，啊，谢谢你们，啊，祝福各位大家的辛苦，啊，我们的这斋堂，哎，非常的辛苦，香积祖，啊，水果祖，还有涅槃净土坛，啊，韩林所，啊，梁皇坛，还各个单位，尤其我们交通组的，哦。日头一晒，我拢在食鸡鸭冰，啊，拢是不是食鸡鸭冰凉？结果因拢无机会教我食鸡鸭冰啦。啊，我来甲你往加，迄一支鸡鸭冰吼，偌济钱你知无？啊，6万啦，安那万呢？足定的啦。啊，我迄加落吼，加落一海海一支的植牙，我去草屯以前。牙科啊，伊个植牙一支甲摕6万，佫无甲收钱啦。吼，哦，足好咯，我足惊佫要假害啦。哦，所以大家很辛苦啦。嘿啊，你个路行到我拢摆卡，啊，行介稳啦吼。啊，底下阿无我若行到位，你嘛摕几粒仔互我食食咯，我较会稳。啊，你也无摕我现食啦。哈，啊，还有我们各坛的我们的护坛人员啊，水果主，尤其我们延寮法师，黄慧荣组长，还有事务部联职法师，大家把这个登记的，好，啊，今年电脑方面也都进步很多，啊，还有严静法师嘞，一把这个水果安排卡了，好谢大家，哦，我看了我很感动啦，啊，尤其嘞。咱的黑衣部队今年15000桌，哦，我常常过去听讲，那200多、300多就足侪欢喜个安尼啊！一个听讲，哎，欸，老师，我啥？恁的拢10000外多？我嘿啊，嘿老姐，哈，我300多听个传片片，恁10000外多？啊，是啊，因为咱学员同学都很慈悲嘛。好，那你志工大队曾经做。好，从头到尾的规划，好，那呢啊，各分寺道场轮流摆坡道、修坡道，这个精神呢，让我足感动哎，好，足感动的啦，也很感恩。好，刚才曾经做大队长的一个师傅，今年领了特别多，按着丢啊，领了特别多就对了啦。好，那来破哎，龙哥你要等个假平安。代替你领导，拜托爱主，主我供养，恁出名头尾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，这是普渡的用意啊！哦，所以这今天呢，一个法会啊，啊，再来啊，讲到我们在进来入坛听经闻法，拢是代表着恁的祖先啊，多生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呢。啊，来这里叫换啦，好，啊，那个我会在电视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时间也晚了，好，啊，大家要睡觉了哈，啊，哎，晚安。
慈大悲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大天尊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，大慈大悲东方药师佛，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，当下维新圣教方便学院院长严嵩禅师院长，及我们所有法师，及所有的诵经法师，所有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恭喜2016年已经1月7号了。我们今天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，为民族之圆融深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时坛已经过了，现在已经是第11坛了。时坛祭祖真圆满了，列祖先灵上九重啊。那我们当下呢，2016年就中华民国105年的天下一家亲祭祖大典呢，也圆满了，非常圆满。而且呢，今年天下一家亲的祭祖大圆满的当下，虚空法界三界万灵光降祭祖坛城，来受纳我们香花果串、斋青供养、金宝供养，并来接受我们12,250,000部的经宝华严的供养，的一直在赞叹的，尤其呢，当我们一心奉送的时候，大家所有诸天圣尊佛菩萨，还有我们的尤其我们的列祖列宗，都非常高兴的，来到维新圣教，那个禅机山，这个三宝寺，来这里，端坐莲台，听经闻法，受纳我们佛妻的供养，我们大家佛妻呢，由我们院长带领的所有幻贝法师，身口意供养，带着我们的列祖列宗，诸圣灵，在这里，心看，静听受纳，经宝法院的供养，仰仗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天威及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天威，尤其三宝佛的慈悲，佛光普照，加持灌顶，能够在天下一家亲的开始呢，天人共舞，天人共欢，这是我们今年虽然丙申还没到，也属于丙申的佛妻法会。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是大范围的天命，不是小范围的自我修行，自我修行绝对成不了大事，要心包太虚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口意还供养，来恭送诸经，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，还有诸圣灵，尤其呢，在我们时坛的祭祖，每年的祭祖呢，都是非常圆满的，
啊，招请所有列祖列宗诸圣灵来到三宝寺，啊，中华先祖堂、天主帝王殿端坐，每天呢，啊，都在这里受纳。啊，我们三宝寺由圆松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，每天诵经回向、斋串供养。这是非常难得的，啊，所以因为我们也这么的坚持，这么的诚心，啊，我们的精进，啊，那当然，十方法界诸天圣神佛菩萨，啊，一定来，啊，三宝寺，加持列祖列宗，都能够心开意觉，灵光显现，啊，顿悟往昔所造。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重生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，皆忏悔。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，虽然新兴宗教只有33年，但是。好，王禅老祖出生，好，给我们以当下性、现代性、现实性的啊宗教法仪，啊，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宗教只有2500年，但是我们追根溯源，回去追溯到5000年前的当下，啊，那确实需要有永恒的我们的修行者。啊，大家生活一供养，啊，我们好好依教奉行，依法而修的时候，那我们啊，不计一切的个人的成败，而要以整体的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我们的列祖列宗15615姓氏，列祖列宗都能够成就。自性净土，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。要成就自性净土呢，也不是只有说就好，必须要有实际的力行。啊，力行啊，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啊有缘的啊列祖列宗。和有情的列祖列宗，无情的列祖列宗，无缘的列祖列宗，我们一视同仁，我们一概供养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啊，我们才是真正天下一家亲呐，啊，我们院长本着慈悲的心，啊，在带着大家，啊，无怨无悔的，啊，生活一供养。不求个人的啊成就，而求大众共同的成就，这即是佛经所开示的即身即佛、即心即佛、是身是佛、是心是佛的境界了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开始深谈七啊永日的佛七，我也祈愿的。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们，啊，诸祖灵，啊，天主帝王圣灵们，啊，3762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们，啊，等等呢，啊，静下心来，放下过去往昔所有一切的贪嗔痴三毒的恩怨情仇，皆能够啊在此啊听经闻法。啊，受纳，啊，祭拜供养以外，啊，也能够，啊，得到啊，诸佛菩萨、王禅老祖的时光加持灌顶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。那么在7天之内呢，大家会很辛苦，但是7天之内。各位，这7天之内的心情会比往昔10堂更加的啊
会快乐，幸福，天下一家亲。在今年祭祖的时候，所有各府堂上历劫，法界所有无论冤灰转动，还有六道群灵，全部都到了。在祭祖大典的时候，全部都到，一直在等待着要到三宝师来受纳我们七天的供养，七天的法会，在这一起拜忏，所以当各位我们在拜忏的时候，诵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观想着，烟灰转动，还有六道群灵之外的，尤其最重要，我们要观想着所有的列祖列宗们一起在佛前，在老子的前听经闻法，信开义解，共创天下一家亲的我们的宗旨。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慈悲，天下一家亲，有天下一家亲，世界才能和平，未来千秋万世才能和平啊。所以今天开始了，我们大家一大早很辛苦，在这里祝福各位，在这个佛期之间呢，大家心情愉快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